喂，张潇吗？这就是我过着再平凡不过的生活，像所有人一样，每天做着相同的事情。对于我来讲，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打出一个又一个电话。喂，喂，郝冠雄吗？喂，泽东吗？喂，喂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。我不是推销员，也不是电话接线员，我只是一个天使，而这便是我的城市。我认识之中所有的人，了解他们的工作、家庭，一切的一切，当然也包括每个人的电话号码。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天使，在他们之间广泛流传着古老的忠告，不要透露人类的死期，更不能亲自去救他们。至于原因，我不知道。和你不一样，我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死期。对我来讲，始终在所有的人头上滴答作响，走向各自的终点。而我工作的一切，就是挑选出那些不应该离去的人，救他们回来。你可能不能相信救一个人有多么简单，但这就是事实。哪怕只是一秒钟的耽搁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我所需要的，只是在恰当的时候的一个电话。喂，哎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干嘛？我。工作之余，一切都显得没什么特别。我喜欢看看电视，看看书，还有坐最后一班火车回家。而这一天改变了我的一切。对于这个女人，我只知道两点：她不是这个城市的人，还有，她只剩下三天。我想要救她，命运就是这样，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不用电话的人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跟着他。错误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，完全出乎意料。
喂，唔该，搵大伯啊。